给你看个东西。田园小屋。怎么样？挺不错的。那我们搬去这里住好不好？好啊。现在吗？我呢，其实已经考察过了，这里空气又好又安静，附近还有一大片的花圃。而且我计算过，把这个房子卖掉，再加上我的积蓄，买下那栋房子，加上那个花圃，应该刚刚好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要去乡下生活？你是认真的吗？我当然是认真的了。一开始可能会有点不适应，但是慢慢习惯了，应该都会好的。为什么要搬啊？因为我感觉你最近你都不会笑了。怎么可能，我现在开心得很，而且我知道我们是不会在这里待很久的，只要我那事，只要我找到工作，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你说的对，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不管我们是在做什么，在哪里，我们都会好起来。所以啊，我们就搬过去住吧。我不是一时兴起，我是思考了很久才跟你说的，而且我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很有信心。那好吧，听你的。那就交给我了，到时候你就管负责签字就行。好，快吃吧，快吃吧。